大家新年快乐啊！哈，啊，大家呢，祈祝感谢节哦，啊，大家呢，陈医生议员哈，黄景德议员，啊，唐碧莲议员啊，李威议员，啊，林俊宪立委，啊，庄一珠议员，啊，吴杰里长哦，来感谢了哈，感谢了，感谢关心哈，多谢多谢。农历春节就要到了，汉树平安爱心团体每月感恩忏悔，一月二五伫咧北区和平里活动中心举办，予家友甲弱势朋友欢喜送旧迎接新春。台南市长李孟彦亲临现场，亲自一一发送红包予每一位弱势朋友，并且祝福大家欢喜过新年。哇，这个每处那岁末年终哈。阿兰真正爱感谢施妈妈，还有所率领的团队哈，那么都对我们在咱台南主要关怀、主要帮助，包括独居老人，包括咱街友哈，咱都非常的付出跟关心哈。啊，今仔日就是邀请大家来社会食火鸡，啊，这个包括嘛有一点啊迄个红包哈。各位来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！我叫崔姐来，哦，咱市长来关心了哈，赞哈。李市长希望大家如果有需要帮助的所在，请大家唔免客气，联系市府社会局，也是讲在地里长，在大家互相帮忙、互相相挺之下，一定会当克服难关。我想，咱人生确实有很多的。一、这个不便啦，哈，有当会因为家庭，也是因为事业无顺失，所以大家一个居住上，可能比较不稳定，生活都有困难，大家，但是大家莫失志，哦，失志莫，因为安尼就迄、那个，哦，大家爱还是要有爱惜家己，哦，阿嘛爱来自强、自立、自强，哈，啊，嘿，爱坚强啦，哈。我相信社会上，包括像咱施妈妈所带领的团队，啊，咱各位议员，啊，咱社会上嘛，还佫足侪很善心的这个团体跟人士，大家拢对大家足关心、足关怀。这次的参会所需要的款项是由善心人士捐出，现场除了有12道的丰富菜肴提供予120位弱势朋友享用以外，也佫有包括流感疫苗注射、X 光检查、洗身躯。加他问丁丁，希望大家做伙用健康欢喜的心情迎接好年。